不喜欢你，但我知道你喜欢雨欣。就算小凯能在你的心中，但雨欣肯定占据某个位置，对吧？你不回答就是默认。雨欣她很特别，我喜欢她。她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什么意思？从拥有到失去，这种感觉非常难受。你怕失去雨欣？我不懂。你不是也怕失去雨欣吗？这个他应该待会就到。怎么了？他生我的心。听不见了。白律师，麦亚琪随便讲你就随便信哦，完全不要听他的。麦亚琪本来就怪怪的，爱来不来随便他，是吧？是。不行。你帮我跟他说谢谢。